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咬一口甜甜的呀，小铃铛打个招呼。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Hello， 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接下来玩的这张地图是一张趣味小游戏地图，叫做迷你马里奥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好了，规则什么的就不用说了，咱们直接开始冒险吧，走吧。嘿，中中中中中，我要去第一个星星。等一下，这里要旋律的，不要急啊，不要急，哎，都说了不要急，心急吃不了热星星的。我要是第一个星星。翻滚吧，肉丸子。星星，星星被你给捡走了，好险，保持危险，然后我又掉下来了。这里一个不留神就会变成翻滚的肉丸子。哥哥，你走吧，我不要到翻滚的肉丸子，快点。哎，翻滚吧，肉丸子！哥哥，你懂了，你个臭肉丸子，你个臭鱼丸子，不是肉丸子。没有，你不是立志要滚出地球吗？我这是在帮你啊！我退后一个，退后一个，翻滚吧，肉丸子！哎呦，我没有翻滚。走吧，哥哥。哎，第二颗星星。哎呦，没上去。上去吧，让我，哎，三颗、四颗、五颗、六颗、七颗，啊！为什么我捡不着星星？你哥哥，你等等我。等一下，这里需要吃鸡的。毁，哎，上来了。哎，奇了怪了，为什么？毁，哎，上来了。毁，噔，过来了。我拿到国旗了，我拿到国旗了。哇，居然被你二段跳上去了，机智！我又重生了。来，可以继续探险的。我看上前面有那个没？有没有？完了，阿奇吧。哥哥，你要不要星星礼盒呀？你背包里面有星星礼盒吗？完了，阿奇吧，这里没有重生点的。所以需要星星礼盒呀。没有重生点的，好气啊！没有机关吧？翻滚的肉丸子翻滚了。哇，怎么了哥哥？凉了，我凉了。你GG了？好气啊，前面没有重生点啊，这作者是故意的吧？那你原地复活呀。故意阻止我们去救公主公举吧。你公举吗？哎呦，我就是一个小公举啊，哥哥，你不用救了，我就是一个小公举。你是一个肥胖的小公举，谁碰谁倒霉的那种。对，我是一个小公举，不管是不是肥胖的小公举，反正我就是一个小公举。你跳楼梯那一关跳过去了？过去那个是用双脚的路。发生什么？不想跟你讲话，都怪你。不是又怪我，我怎么了？我影响你了吗？听到没有？砸键盘的声音。哎，简单 ，so easy。好气哦，但是要保持微笑呀。我是一个会翻滚的肉球。你承认你是肉丸子了？而且是那种人家是撒尿牛丸，你是撒尿猪丸。还有，等一下，这里也需要旋律。好，唱歌，大兄弟。大兄弟呀，自由有的转，自由有，啊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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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气啊，我回来了。好巧、哦，翻滚吧，肉丸子！肉丸子好巧啊，在一锅里面煮了嘛。哎呦，我觉得这张地图心态不好的小伙伴肯定会疯掉，真的。比如说我，这作者真的太可恶了，他就不能在那里？哎呦！他没有重生点，哎呦，我们俩又到一个锅里了，哥哥。哎呦，我的那个亲娘嘞！哎呦，嘿，过来了。喂，等我，哎、有本事你再弹我过去，哼！好，来一波连跳操作，等，哎呀，你喝个饮料几个意思啊？你又喝个饮料几个意思啊？吃个鸡，
相信我，二段跳可以跳上去的。啊啊啊！可可，你别激我，你别激我，别激我！我还有救，我还有救，我还有救！别激我，别激我！对，哎哎，你别激我，别激我！哎，我上来了！啊啊啊 啊, 啊！完了完了，我连了，连了，连了，我连了！快点，哥哥有星星礼盒，我给你拿几个。你丢这里会丢进岩浆的。你快过来，你快过来！我刚刚二段跳，不是不是你怎么让我踢踢你啊？你坐骑啊，坐骑啊，快点过来！坐个屁的坐骑啊！凉了。鬼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。反正咱们到达了这个第二个重生点，走吧。这第二关应该要比第一关要简单一些了吧？应该会更难。哥哥再见。不是那个叶子，我是换的方。不能踩呀！等一下，叶子换方形。哦，我就说嘛，我这是圆形叶子啊。管他了，不管了，走吧。你过去了吗？我过去了，哥哥，我实话跟你讲吧，我刚刚用的小刀器。等一下，哎，叶子可以采。哎，我过来了。我不用小刀器，我这辈子都过不去。过来了，叶子没蹭上，没蹭到叶子。那里需要连跳，应该连跳可以过去的。哦，这里怎么顶头？顶头？哪里顶头？我的天哪！怎么顶头了？哥哥，我又在你后面了。怎么就顶头了？前面，再往前面就会顶头。好，这里这个叶子可以蹭上去的，跳上去的。好，这边 ，nice。为什么你的叶子可以踩，我的叶子不可以踩？不知道。哎，这里，哎，为什么没刹住车？有，哎呦。真的，这张地图要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才能玩的。对啊，否则我刚刚就动不动就要被逼疯的。主要是他的重生点太少了，如果多一点的话，我绝对不会疯，就怪了。多点重生点的话，我早就过了这几关了，第一关就不会拖这么久的时间了。怎么了？嗯，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嗯，哇，你捡了这么多星星啦！我胜利了吗？嗯，你到终点了？我到终点了呀！可以的，小伙子。前面一点点就是终点了。等一下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好，可以跳 ，nice。哇，这第二关感觉比第一关要简单很多啊。是呀，比第一关简单了很多。都没有逼死我。第三关了吗？哎，没了。这里怎么跳过去啊？哦，我从这里，从这里，从这里，从这里。你下去吧，下去吧，下去吧。下去不了。好了，咱们先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嗯，好的。总的来说，这张地图真的，小伙伴们要玩之前要保持良好的心态，真的，动不动就要被逼疯的。是的。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